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很多同学最关心的一个地方，对吧？拉丁舞就是展现我们中段线条的舞蹈嘛，所以你的中段看起来线条要灵活要漂亮。但是有很多同学的中段啊特别僵硬死板，老师我的中段特别死板僵硬，我不会扭不会转。好，现在跟着我一起来找找如何去灵活你的这个中段，好吧？刚进来同学可以点点关注啊，听老师来讲怎么能跳好拉丁舞的方法。好，那么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拉丁舞中段运动的原理是什么，记住一定是拧转和转动。那么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模仿一下这个动作试试看啊，拧转和转动。可能有些同学光用眼睛去模仿的话啊，他可能会做成没有方法吗，他可能会做成送胯顶胯什么扭胯摆胯，这些都是错误的感觉。记住我们的中段是什么感觉，它一定是转胯转动的感觉。好，大家把转动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好吗？转动是我们一定要掌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，转动。那么这个转动应该怎么样去感受呢？首先大家来看我做一个这个八字胯的转动。早上好家人们啊，八字胯，你看八字胯我前面热身的时候我已经带大家去练习了。那么你看八字胯啊， 2, 3, 4, 1，那么你看当我再去做八字胯的时候，你的脑子里面一定要清楚一点，我是围绕我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去转动的，这个部位一定要清楚啊。你看 2, 3, 有知道可以打出来 4, 1, 围绕哪里转动。因为有很多同学一做八字胯问题就出现了，就会出现这种感觉，对吗？哎，为什么老师我动作为什么和你不一样，感觉很松散，就是因为这个位置你没有保持好。这个位置是哪里啊？就是我们的脊椎。 OK， 大家把脊椎两个字打在公屏上，很好，你看我们老粉家人们已经打出来了，脊椎两个字。你想把舞蹈跳得好看，脊椎一定要来好好的保持和学习，因为它决定我们整个形态的美，太重要了。那么首先脊椎啊，它分成四大部分，哪四大部分啊？第一个部分从我们的尾椎开始讲起。我的尾椎在哪里啊？在我的肚脐眼下两寸，对应的这个位置叫尾椎骨，对吗？那么你看啊，当我再去跳拉丁舞，节奏最慢的舞蹈是什么？伦巴。伦巴节奏很慢，连绵不断，所以你看我有足够的时间干什么？让我的重心向下去放，伦巴放重心，对吧？所以它的重心是很低的，那么我的中心点的位置也很低啊。我的中心点在哪里？就是在这儿，在尾椎骨对应的这个位置，看到了，在尾椎骨。什么叫做中心点啊？就是我的控制点。我抡把重心到达的位置由谁决定？一定是由我的尾椎骨到达的位置所决定的。我的尾椎骨垂直于哪一块，我的重心就在哪条腿，看到了吗？垂直于哪，我的重心在哪。那么你看啊，所以我们抡把的中心点和控制点是很低的，是围绕尾椎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往上走一点点啊，到我的肚脐眼上两寸，这个位置叫什么？叫做腰椎，到中腰了，对吧？那么腰椎什么作用？太重要了，它是支撑我的上半身，稳定我的骨盆，非常重要的一段核心支撑的作用。所以我的腰椎要干嘛？要保持稳定，要有支撑力，不能松不能散。很多同学松散就是因为这儿没有支撑力。那么你看当我再去跳快节奏的恰恰，节奏比较快，对吧？你看 2 and 3 cha cha 1 2 and 3 cha cha 1 2 and 3 and cha cha 1, 恰恰节奏很快，它和伦巴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，所以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干什么，让我的重心向下去放，放得很低，所以它没来不及啊，时间这个节奏快啊，所以它只能把我的中心点提高了，提到哪里？提到我的腰椎。所以恰恰在跳的时候你看它是围绕什么？围绕我的腰椎，我的肚脐眼去做转动，以它为中心点，比伦巴要高，看到吗？伦巴中心点在这儿，恰恰的中心点在这儿，完全不同。好，这是围绕腰椎的恰恰。再往上走到我的上半身了，这地方叫什么？叫做胸椎了，胸腔了。那么什么舞蹈是围绕胸椎来跳呢？比恰恰还要高，对吗？你看，感谢关注啊，你看我们拉里面还有什么啊？ 2, 3, 4, 5, 6, 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桑巴，对吗？那么你看桑巴在跳的时候，我身体啊骨盆运用的连接的幅度做得很饱满很大，所以你看桑巴是围绕我们的胸椎的感觉。
包括牛仔舞也一样，牛仔我们跳的时候也是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牛仔舞的中摆胯摆荡的感觉也是围绕我的上半身胸椎的感觉去跳的。所以大家你看这几支舞蹈围绕脊椎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了解，你了解过之后你再去找感觉就会很容易。好，那么这是胸椎啊，再往上走到哪里了？到我的脖子颈椎了。那么颈椎是什么作用啊？大家看啊，它是把我整个人拉起来的感觉，把我整个脊椎拉起来，瞬间你会觉得我个子更高了，更挺拔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刚才我讲的为什么有些同学跳舞的时候总是出现这种感觉，很松散的感觉。老师，为什么我很松散？就是因为你的脊椎没有保持好。那么怎么样去感受呢？首先同学们啊，你要感受让你的颈椎把你的脊椎拉到头顶的感觉，看到垂直向上拉，肩胛骨向下压，向下沉，然后脊椎垂直向上拉住，保持这种力量持续的向上拉住。咱们再来做八字胯，你再来试试看，是不是立马感觉不一样了，对吗？整个动作感觉一下变得整个人都变得挺拔了。你刚才没有拉住，你跳出来是这样的。那么当我们的形态和我的体态发生改变之后，你看我整个动作的味道、质感、力度一下截然不同了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我整个脊椎垂直拉长的重要性。那么你看啊，我们的颈椎、胸椎、腰椎、尾椎四大椎一定要保持什么？在一条垂直线上。所以我的脊椎像一根柱子一样在我的身体里面，不管我向哪儿去移动，我都要围绕我这根垂直的柱子去做运动。所以你看我的脊椎是什么？它是我整个身体的中轴心。好 ,OK, 这个是我讲的重点，脊椎是轴心。好，能听明白同学给老师扣个66好吗？脊椎太重要了，决定我们整个形态的美，对吗？好，那么大家在了解了脊椎是轴心之后啊，咱们再来讲骨盆的转动。好，那么当我的骨盆再去做转动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其实很简单啊，它就是围绕我中间的这根轴心去做转动和拧转。那么怎么样更好的去感受骨盆围绕轴心去拧转呢？我给大家打一个非常简单的比方啊，你听完之后你可能立马就能找到感觉。首先大家想象一下啊，我们的骨盆就像什么？一个立体的圆形的球。那么把这个立体的圆形的球套在我中间的脊椎上面，穿成一串，就跟冰糖葫芦一样穿一串的感觉。那么糖葫芦怎么转？它是不是要转的时候只能围绕中间的那个轴去转，对吧？像算盘珠子一样围绕它去转。那么我们的骨盆也一样，它在转动的时候也像糖葫芦一样，只能围绕我中间的这根脊椎去做原地的垂直的拧转的动作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骨盆正确转动的感觉，是不是很容易理解，对吗？就像糖葫芦一样去转动。好，大家可以做一下试试看啊。可能有些同学啊讲，老师我听懂了啊，我也能转起来了，但是为什么老师我的幅度很小啊，感觉没有你的幅度看起来这么大转动的。好，如果大家想把幅度和力度进一步的做大，你一定要明白拉丁舞的发力方式是什么。那么很多同学总是认为啊，拉丁舞老师肯定是腰胯用力，你看拉丁舞的腰胯幅度多大呀？错，这是你看到的表面现象，一定不是真相。那么我们真正的发力的点在哪里啊？一定是在我的脚底下，通过我的脚对地板的一个压力和力量，让力量进入地板，再从地板干什么？反弹上来，借助这个地板反弹的力量去带动我的腿，带动我的腰胯去做转动和拧转，看到了吗？所以你看我的力量是怎么传导的？是从脚下传导上来的，是我的脚下踩出来的结果。所以我的腰胯是由脚下的力量所决定的，而不是自己主动去扭。